Hello， 大家好，我是莎，今日又为大家介绍东京池袋对面的71便利店下集。在我未介绍产品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71的冷知识。大家知不知道71的 logo 颜色是代表什么？橙色是日出，绿色是绿洲，红色是晚霞，代表住由朝到晚都好似顾客嘅绿洲一样咁照顾大家。日本嘅便利店已经成为旅客嘅人气景点，一个成功嘅公司 logo 可以反映出佢哋对顾客嘅服务承诺，大概睇到佢哋嘅业务发展同埋佢哋推陈出新嘅服务同产品都略知一二。所以你哋咁鍾意睇我去日本便利店嘅介绍呢，睇完影片记得留表情符号以示支持啊。讲返池袋係日本呢东京旅程中一个几好住宿嘅地区嚟㗎，大家可以去完无敌家食宵夜，再过嚟七仔买装药啦，生活用品呢可以悭返好多时间㗎喎。快啲嚟睇下今日嘅十大必买， Are you ready？ 上次呢十大必买呢可以睇返上次条片，今日就係讲11-20必买。第11必买，超强护手臂宝啊 ，Uskin A 嘅乳霜，强效滋润嘅护手霜嚟噶，佢连脚踭嘅龟裂纹同埋主妇手都帮助到噶，含有丰富嘅维他命 B 二，甘油成分高达40%，由于不含类固醇，所以由 BB 去到老人家都可以用到，体贴你一家人嘅需要。除咗润肤嘅系列之外，仲有润唇膏添啊！有时我见到啲男同事冬天个嘴爆晒擦流晒血，我个心真系寒咗一寒啊！翻工见客同人握手，如果佢哋 feel 到你嘅手鞋湿湿，不论男女，其实个感觉都唔系咁好。其实咧呢啲都系易用嘅一种，大家千祈唔好观音头地盘手啊！第12必买 Lulu 滋润口服液，当身体因为发烧感冒而冇胃口食嘢嘅时候，呢一个饮品嘅营养成分正正系有1000mg 嘅人参营养成分，胡萝卜素1000毫克，同埋蜂王浆200毫克。维他命 B1、B2 同 B6 可以令到你有加速康复能力嘅功效。由于佢不含咖啡因成分，所以饮咗系可以瞓觉噶。适合15岁以上嘅成人使用，每日食用一次系30毫克。病咧就饮多啲水啦。第13必买30ml 嘅花王便葵式除菌去味消臭剂，冇香味嘅，采用咗柠檬酸嘅技术除臭，包含咗天然嘅绿茶除臭成分，双管齐下，99.9% 灭菌啊！咁咧就适用于衣物啦、布料啦、空间都有用噶。如果有人喺你身边放屁，搭飞机隔篱嗰个脚臭，喷一喷就闻唔到啦。但系如果对方口臭，呢一样嘢帮你唔到啦，因为唔可以食落肚噶。第14必买，有冇人知道可口可乐公司原来系有出酒精饮品噶？佢系罐装嘅柠檬汁、烧酒、苏打水、柠檬糖，个英文名有啲吓人噶，叫做猪嗨啊！我惊你哋以为我讲粗口啊，都系讲翻中文名啦。柠檬糖嘅系列咧，汽水酒分别有4款口味嘅，包括系蜂蜜柠檬啦，酒精含量系3%；经典柠檬啦，酒精含量系5%；咸味柠檬咧就酒精系7%；而鬼柠檬咧就含量咧系9%嘅，每罐系350毫克。香港咧就喺铜锣湾 SOGO 2楼咧超市有得卖嘅。第15必买 Chocolate BB 嘅 Lights 2。美容护肤饮品有助加强体内的脂肪代谢，添加了能够增加能量转移的维他命 B2、蜂王浆、氨基酸、牛磺酸等成分，有效改善疲劳体质。一支100ml 的份量只有 4.5 kcal， 相等于一粒樱桃的卡路里，适合减肥但是又想补充营养的你，都是只适合15岁以上的人士饮用的。饮了之后呢，尿可能会少少黄的，咁其实是因为维他命 B2 所致的，你可以放心，因为这里呢说明书有写明的。第16必买就是 Asahi 的 Clear Cooler Strong 系列的果汁酒，它是 Walker 加入了几种不同的水果酒，分别有青柠、柠檬、糖、西柚等味道啦。
透過冰點冷凍技術添加了水果酒，並通過專利的技術濃縮了水果的風味，口味是清淡。我認為這個酒很適合打邊爐，近排香港天氣凍了很多，大家記得穿回件衣服。第十七必買就是71的沙律，真的很多選擇的。如果大家去旅行有沒有水土不服的問題，如果去旅行沒有屎屙，一定要吃回蔬菜清下個腸胃，因為便秘會產生很多身體的問題，例如面色不是那麼好，出暗瘡，口臭。如果因為腸胃不好而引致的口臭是最難頂的，最慘口臭當事人是未必知道的，如果別人和你不是有差不多親密關係亦都不會告訴你，所以自己要注意一下。第十八必買，除了沙律之外，清腸胃還可以飲 yogurt drink 的。這隻的士多啤梨呢很好味的，但是我要提醒大家，買乳酪飲品的時候看一看是不是低糖的。根據香港政府的網頁資料，低糖的定義是每100克的食物是不含超過5克的糖的。如果100克的食物之中高於 7.5 克的糖就叫做高糖了。所以大家買乳酪飲品的時候就最好看看營養標籤，注意一下這一點啦，吸收過量的糖分容易致肥啦。第十九必買就是 Body Fantasies 的香薰噴霧啦。 Body Fantasies 的淡香水味香精的濃度是比一般的香水是低的，但是價錢比香水便宜很多啦。我認為現在的學生後生女啦，當你收入不是那麼多的時候就可以試試買這一類型的產品啦，因為現在香水都真的很貴的，年輕的時候不需要用到太貴的東西，如果不是很難回轉頭的，稍微個身有少少香味就夠了，到你再多少少收入的時候才要買一些名牌子都未遲啦。不過現在的小路女呢就很厲害的，如果不是又怎會有娘娘收兵這回事呢？這一方面你們比我厲害，我就不夠膽在這裡班門弄斧了。第二十必買，當然七仔真的有很多雪條甜品的啦，我自己是最喜歡吃這個綠茶和這個果仁的雪條的，它的味道很濃郁，這裡連冰都買有得買的，不要以為冰只是用來作飲品之用。有一次我的朋友在日本屈親腳，他即刻 WhatsApp 我，我即刻就問他走入去便利店睇下有冇冰賣啦，敷下雙腳可以消腫噶。咁啊，佢啊好快就消咗腫啦。咁啊，唔知道你哋中唔中意我今次嘅介紹咧？記得留表情符號以示支持喎。咁我哋下一次再同大家講下另一間嘅便利店好唔好啊？下次再見，拜拜。